真的说实在，雪中红是你唱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对呀、啊，双人枕头也是啊。欸、对，也对。你看，你看线上的人，谁没听过这两首歌？不可能。哎、欸，谁小时候没听过这两首歌？棉姐，你提的这两首歌是想要唱一下的意思？你是不是想当陈亮莹？我有困难吗？你想当陈亮莹，对不对？没，没有，没有了。我只能唱那个雪中红，唱两句就可以了。哪两句？哦，梅姐，你写不见中秋又红灯，只有梅归雪中红。圆梦了，哇！圆梦，圆梦，因为这首歌才可以踏上演艺圈的。我、哦、真的、哦，今天诶，黑当中我的比赛就底下差不多超我嘛，底下加，我底下用淘汰的时阵、嗯，我就拿出加分题。是不是爱个无命？后来老师就把灯按掉，我就过关了。